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一月十一，旧历十二月七日，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中华历史建筑南街宿舍群一礼拜前遭受大火，外化工友老师行动小组选在二十一号举办头次记者会，希望相关单位关注老厝的消防问题。河北镇中心路三段的排水切沟长期发出臭味，在河上午管护安排水沟清除工程，短短四个水沟怪距离就清出超过二十吨的废弃物。机关将近鹿港警分局在河上午伫鹿港镇龙会举办防抢演练，希望透过演练提悬所有民众警觉。国民党中华管东部十号深夜，东部铁门被破汽油放火搁喷出。中华警分局在河上午宣布抓到四十五岁河姓男子，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检方侦讯了后以五万块交保。监视器录到河姓嫌犯来到国民党中华管东部，唔拿喷漆，也搁放火。小白天啊门啊，干那下底汽油倒起来，熏黑。中华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后，调个监视器，依车追人，锁定嫌疑四十五岁河西男子，而且通知河西男子个案说明。纵火以及喷漆之后，骑乘重机车逃逸。专案小组采取以车追人的方式，锁定何姓车主，并在今天早上凌晨两点通知何姓到案说明。有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喷漆跟纵火？这部分还在深入追查之中，因为昨天两点才，今天早上凌晨两点才通知到案说明。国民党中华管东部主委表示，何姓男子早年确实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是已经注销党籍。感谢警方紧紧的破案，强调台湾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唔通用激烈手段来表达。个人都有个人表达这个政治理念或想法，但是我觉得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我们希望说能够以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表达，不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我想如果常常用这种激烈的手段，真的会造成我们社会动荡的不堪。警方强调，河西男子有精神障碍问题，个案说明了后也承认犯案。警方先后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多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一礼拜前，中华历史建筑南街宿舍群其中的九号和十号被大火烧毁，在地关心的民众和团体紧急成立外化公有老厝行动小组，提出守护南街宿舍群的人数诉求，马上在十一号举办头次记者会，希望引起政府单位以及更多人关注老厝的文化保存和消防安全问题。一个礼拜前的一场大火，再度烧出高级危害问题。关心的民众和团体紧急成立外化公有老厝行动小组。在南街宿舍群被火烧了后的头七日一天，行动小组召开记者会，也透过行动艺术来表达诉求。活动发起人之一的关议员吴伟达表示，这场大火凝聚中华人注重文化自身的意识。也相信文化局刷下来会让南街宿舍群文化资产的身份，而且托生文化使用。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宿舍，日式时期的宿舍现在都已经快要百岁了，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需要被保护的。可是看到现在的状况呢，文化局有接管了两栋，那其他的部分九栋只有接管了两栋，其他部分并没有有一栋先进古迹，其他的并没有做任何处理。那我们希望能尽快的把这些管理权从行政处的手上转移到文化局，由文化局去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资产。文化局指出，一定将街区无人住的营地空间，先以公益化作的概念，推动青年创业基地，让青年有更加侪发挥的空间，达到外化这个利用的目标。
多中华新闻张锡良中华采访报道。防止非洲猪瘟疫情，彰化县政府连日加强稽查，而且辅导饲猪农使用饲料饲猪。彰化县长王惠美特别前往大川乡的畜牧场实地了解，畜牧场也同意改用饲料饲猪，县府将补助饲猪户每一只猪2200元。稽查人员测试饲猪户是毋是有落实降温，加温到90度以上，而且还阁爱连续超过一点钟。达到吗？高93.5。饲猪户表示，自从中国爆发非洲猪瘟了后，政府就开始辅导因，一开始是加装加烧的设备、降温加火烧，刷落来嘛配合改用饲料来饲猪。我已经饲差不多10年了。你好，过去我用拢是食厨余呢，都是吃厨余。啊，即卖安尼改足无方便嘞。因为啊，非洲猪瘟嘛，非常时期啊，配合政府的政策啦。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是全国第三大饲猪县市，饲养数高达70多万只，目前还有92场5万多只是用喷来饲猪。这段时间辅导已经有41场愿意转型，希望会当全部改做是饲料来饲猪。那是喷的部分将改做肥料，目前正在积极找肥料场当中。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产业对彰化县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大家也都有这个认知哦。那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41的这个住户他那个养猪户他愿意来配合。那后续的话，我相信我们再努力，应该很快就能够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我们现在的话，积极的在找所谓的这个堆肥厂的一个部分哦，也正有交那个环保局跟环保署他们在做相关的一个规划部分，这样。那是朝堆肥的方向来。原则上我们是朝堆肥的一个方向在努力中，因为地方现在已不太适合公布给大家。管护部前在严格稽查部分，要确保现有用喷饲猪户落实90度吹煮一点钟，若无上悬会当罚到300万。多张新闻，张锡良、戴川采访报道。所在乡公所配合中央推动资源回收政策，特别添购环保电动车，强化社区环境的整顿工作。沙里仙新农渔场在园林林厝交流道边，阮用真清气的泉水伫饲鱼，餐厅换伫遮。阮不只有新农渔，嘛有其他真新鲜好食的料理。食好鱼唔免走远路，电话83675433，每一工阮拢有开哦。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19，电话775599。你户贷数是不数？专业办理房屋土地123胎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契约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你户贷数是不数？新频道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现在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的12月7日。根据统计记载，明仔在位地震北方，好时是下晡1点到3点适合交易。继续提供详细农历资讯和详情参考。
河北镇中心路三段的排水切口长期发出臭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中卫里长李尚春向管员林宗翰澄清，在河上午管府嘛来安排水沟清除工程。啊！臭臭的啊！臭，拢是油泡啦，啊毒啦，这有迄落这。中心路三段边的水沟啊，长期飘出恶臭。当地居民反映，水沟内面卡了一层增加油垢，把水沟拢塌掉嘞，严重影响附近用户的生活品质，可能是气甲噗噗跳。啊，我门口口这条这个这个迄落水沟啦，白白水沟吼，啊，即这个臭气冲天啦。啊，今仔日呢，有拄啊好这个。管府有派施工迄落单位来清理这个这条臭沟啦，啊内底呢，这个结这条这条这有结一块不明物体，结真多啦。啊，伊即马来清，有清扫十外地，清扫五米，干那这沟啊清五米吼，有十外地迄个不明物体安尼啦。住户啊有来反映讲吼，咱中心路啊这375号。啊，甲这个啊，500几号遮吼，这段时路边的这个狗啊吼，拢有这个啊，做废弃物啊，这污泥安尼足臭啊，产生啊，遮的居民吼，有这个生活品质拢受到真大的影响。啊，多年来拢有一个反应，啊，拢无得到啊有关单位啊来关心啊，甲来改善。所以吼、啊，今仔日啊有民众啊，佫再来反应。啊，强烈的反应吼，讲这都要来处理一下。这个白色浮游物吼，这是一种咱油油产生的，才有这个白色浮游物。你注意看，白白这個，啊，搁这个气味吼，造成咱的厨余，所以这源头真好找。李松村里长表示，在河上午，管府的派人到现场进行清理工作，短短四个水沟管，就清出超过20块废弃物。根据施工人员反映，水沟长期卡油垢，规条水沟啊是臭毛毛，而且唔知影即挂废弃物是毋是有问题，暂时终止清理工作。有民众反映讲吼，水沟非常的臭，啊，我嘛捌伫105年叫来清一届，啊，陆陆续续管户嘛来清，啊，今仔日带管户来做一个清淤的动作，里长随口话讲非常的恶臭，因为即个管户的外包商吼，因为伊即伤过臭。啊，这个目前歹清，所以注水清到4-5米就歹清啊。我来靠这个环保局吼，啊稽查啊，以及吼啊这个卫生局吼，希望讲因尽速吼来调查到底这个源头是为倒来。如果吼啊源头啊来污染到这个水沟，吼、啊、我会要求相关单位你呐做最严厉的惩处。关于林宗翰接到订正，赶紧请环保局甲卫生局甲现场会勘。今年要求要找出油垢的源头，环保局稽查人员表示，到现场勘查了后，发现水沟内面有油渍漂浮物，接下来会依照民众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若发现违法情况，将依法开罚。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鹿港警分局在河上午伫鹿港镇农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红枪演练，出动10多名民警，过程相当逼真，也希望借此提悬民众的警觉。李冠中记鹿港警分局举办红枪演习，歹徒摕着枪支入来农会，接到报案的警方也马上到现场追捕搜证。有2名歹徒哈，是鹿港镇农会这边发生持枪强盗案，那其中一名歹徒要逃离现场的时候被逮捕，那现场已经带回侦查队这边来侦办。随后歹徒就去建国路，警方大批人力也跟在后边准备抓人。最后在你优势建立之下，把枪龙会带到成功抓起来。借由这样的一个演练能够提升我们航员的自主防卫的一个能力哈，顺便来测试一下我们本分局快速打击犯罪部队的一个反应速度。那在这个农历年节的一个连续假期之前本分局有一连串的一些治安作为哈，还有交通疏导措施，还有为您服务的一些服务事项。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鹿港地区的民众呢，能够有一个治安平稳、交通顺畅以及民众平安过好年的一个农历春节。那在民众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有需要高额提款的时候，那可以跟我们的分驻派出所这边来做一个联系，那我们会提供相关的互差服务。
李冠中建涉及民众店进出银行办理假钱、假钱，警方也呼吁民众身躯顶拿现金伤多，容易成为歹徒的目标。有需要时阵会当请求警方协助，而且希望透过平时的训练，提升所有民众的警觉性，将意外发生时的损失降到上低。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陕西乡公所配合中央推动资源回收政策，特别添购八台环保电动车以及电动除草机等配备，和村长办公处强化社区的环境整顿，也和乡亲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陕西乡公所为了配合中央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政策，特别添购八台电动车和电动挂草机和各村办公处，而且在清洁队举行电动车启用典礼，和业者到现场时欢教学。阿静，好，我开烟。只要点，只要点，只要点，起码有开嘛。对，有进有开，嘿，这暗灯，好，一定要记得。哎呀，无你开了，爱切死的。切死掉。本所为配合我们那个政府所推动的垃圾分类哈，所以公所编列购置八村八台这个电动环保车。那么这个环保车可以深入各个巷弄啊，各小路，然后把垃圾做一个那个完整的回收跟规划啊，然后也可以协助我们社区志工啊，能够清运垃圾、整理环境。所以有这台电动车啊，可以协助到哦，我们各村能够把垃圾资源做最好的分配跟处置。阿姐有无开灯哦？阿七姐，好，阿七。村长负责维护社区环境卫生，常常爱巡视砖头，看到位需要挂草、喷药等服务。即卖有了这台电动车，会当更加亲近社区。不论是清运资源回收物品，也是运送垃圾的工具，也是办活动需要载物件，拢加足方便的。这台车足好用的吼，啊，阮社区还做志工吼，在扫帚分道足好势啊。当然是较方便，装来洗掉。哦，将来咱每一种的农行啊咯，咱的车拢未到呢。感谢乡长安尼，哦，甲咱证书这条。陕西清洁队长表示，各地电动车甲电动除草机，主要也是响应政府的环保责任政策。上重要的是，希望能借此提升社区民众环境变扫的便利性，和乡亲大大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多中华新闻一方有陕西采访报道。鹿港镇举办暖冬游鹿港抽奖送乌鱼子活动，只要是一月份伫鹿港使用暖冬计划补助过暝旅客，就有机会抽到乌鱼子。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Thank you. 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变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宝贝，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可怕！都随便吗？不必买哦。哎，这是我的呀！我要看这个啦！你好棒哦！
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马上就要迎接旧历新年，陕西江滨工业区厂商协进会理事长特别邀请湘丰书艺会举办平价会合送春联的活动，也希望借此来拉近厂商之间的距离。马上就要过旧历新年了，陕西江滨工业厂商协进会今年特别跟湘丰书艺会合作，第一届在工业区举办名家会合敬春联的活动。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活动里面，我都是参加他们湘丰书艺会，就是书画班的会长交接。那现在新上任的会长，他很有心，那他希望说给所有的会员们有一个空间，给他们的作品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那我在想，我那个场地还不错啊，我可不可以来跟会长谈谈后续的一个配合方式？想不到一拍即合，厂协会这边还没有办过这个活动，那么我们来试办看看感觉怎么样，而且比较靠近过年，有那种过年的气息，春联是一种很喜气的东西，我也说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联谊，厂商更拉近距离，大家更拉近距离，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在现场会合老师有会坐有会站专心书写，因为排队人数很多，书法老师的手也写不停。除了春联，现场还有画着手工款式去民众排队。彰滨县西产协会的何理事长，我湘丰书艺会让他受邀来这边春联挥好，我觉得很荣幸。我们的今天来这边的春联挥好的老师，有的我们的前会长，还有我们的会员。何凤慈理事长表示，这是第一届在服务中心举办写春联的活动，希望能借此提升厂商之间的联谊活动，增进感情，大家会当欢喜迎新年。台中华新闻一方吴陕西采访报道。配合暖冬旅游补助专案，鹿港嘛借此来推销在地观光甲美食。鹿港镇长柯志宏特别加码举办暖冬游鹿港抽奖送乌鱼子的活动。想要吃正港当钓时的乌鱼子吗？响应政府暖冬补助，来鹿港旅游的乡亲有好康。鹿港镇公所将邀请饭店、民宿业者提供参加暖冬计划，一月份带着鹿港也来完成向政府申请补助的旅客名单，在二月中旬进行摸彩，送十名游客一人一份鹿港正港的乌鱼子。即个暖冬扩大计划啊，咱来配合即个活动啊，来做即个安尼，会当讲旅宿业者也好，啊，咱公司也好，吼，弄一个即个活动啊，针对旅宿业者吼，有一个优惠啊，咱公司吼嘛要来做吼，会当讲甲遮旅客啊来到鹿港来参加即个活动了后啊，由这些名单，然后我们做抽十份，吼啊，要来送予遮旅客，会当讲伊来到鹿港旅游，啊，会当讲讲一些乌鱼，啊，会当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鹿港是一个文化古镇。尤其会当讲乌鱼子嘛，是咱鹿港的一个特色，吼，伊的历史，只要欢迎大家来鹿港旅游，会当来品尝到咱鹿港乌鱼子，会当把鹿港的这乌鱼子文化，会当都推展出去。记者会现场，鹿港镇长柯志宏以及鹿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王康硕，嘛来介绍鹿港乌鱼寮甲鹿港乌鱼子的特色。图书馆的旁边那个区块。叫做鹿港，就是叫做乌鱼寮。显然的，在200年前呢，就开始有些自动的抓乌鱼了。啊，现在真侪人抓乌鱼，因为鹿港的乌鱼上界来到家上好食。这乌鱼子，吼、哦，咱鹿港就是有这块肉头。啊，这块肉头用于就是就是讲，那是代表咱鹿港。这乌鱼子所煮出来是安那安尼做，这就是早期吼，咱的先人讲，这乌鱼子有这肉头，咧钓、咧烹、咧风干是愈来愈方便。啊，乌鱼来到鹿港，咱乌鱼来到鹿港是等于是伊的鸡的成熟度，愈来到咱鹿港是最适合做乌鱼子，吃起来的口感是最细嫩，是最好的。春节进前，乡亲会当来鹿港坐老家、拜妈祖、食小食，到饭店加民宿。有机会会当摕到一片介绍清通好的乌鱼子，乡亲赶紧来鹿港佚佗，抽好康。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的总交易量是239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12.1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柑仔稻上价18.8元，中价15元，下价12元；高丽菜上价9元，中价5.3元，下价3元；青菜上价40.1元，中价29.9元，下价16.7元；
主要上价36.4元，中价24.3元，下价13.5元。白菜上价15.5元，中价11.5元，下价10元。三鸭上价23.8元，中价20.2元，下价13.2元。包心饼上价11.6元，中价9.1元，下价5元。汤头上价21元，中价18.2元，下价13.7元。菜头上价7.5元，中价6.5元，下价4.7元。白灵鸭上价20元，中价18.3元，下价10元。白菜上价17.5元，中价13.8元，下价7.6元。金瓜上价14.1元，中价13.2元，下价11.1元。今日各地拢是出日头的好天气，不过明仔开始有风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温度明显下降。明仔中华地区气温是18度至24度，无落雨几率。继续提供乡亲详细天气资料。以上就是今天1月11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淑晴，祝福乡亲万事顺心，我们再会。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杯，宝贝，你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可怕！都随便吗？不必买哦。哎，这是我名字。我要看这个啦。